讲今天啦、啊，哇，今天不得了啦，今天托你们的福，我 iPhone 啊，今天啊，对了，一位佣人，你们知道谁吗？标题都写到这样明了啦，是不是都不用猜啊？就是这一条水啦。死你妈！咩感受啊？今日做我嘅靓啊，你转过嚟啊！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哦，不知道什么事情啊。OK， 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们先看这一张图先。看到吗？这一张图，那时候哦，我就在 Insta Story 哦，我就 post 了这一个 Story， 就是阿旺跟小明。然后我讲，如果他们的 follower 瞬间飙到一万的话，他们就要当我的佣人，服务我一整天。结果小明了过了一万，阿旺了没有过到，真的是很可惜。要不然我叫他们两个一起服务我，但是不用紧，有小明就够了。我跟你讲，谁敢的了你干呀？你的身体已经不是你的了，你的身体今天是我的。啊、哈哈阿旺，点点这样哦。点点这样哦，下次要转机。OK， 不用紧，我现在就 set 个 target， 阿旺的 Instagram 呢也差不多要过了。OK， 这个 video 出了24小时内啊，如果阿旺的 Instagram 过了一万，我下一集就拍阿旺 service 我。阿旺的 Instagram 在这边，我现在我写在这个字幕这边。啊 ，Kevin underscore WANG， 耶、yeah! 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阿旺的家。哎，你看我的佣人躺到比我还舒服、哦，哪里有这样的？哇，你看啊，翘埋脚，躺到这样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给我按摩脚先。过来，按摩那件事。去拿一个椅子来垫我的脚 ，Go Go Go！ 谢谢你啊，你是下一个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！幸亏有几难哦，小伟。哎呀嘿，来。啊，小腿肌肉来先啊，小腿，我烧一下我的脚板先啊，现在很干净。哦，小腿耶。OK， 先给你按一支先。我还有风油啦，你真的很专业。我老喂，哇，泰式按摩。哇，你要我帮你揉你的鸡排一下吗？哎呀，都可以啊，好，你伸手的话就可以揉一下。耶、yeah, ，心到爆哦！你哎呀，我帮你揉一下你的肌腱，来，两架一起。你们看他的脚毛肌恶心，我还要这样搓。恶心，恶心啊！哇，好舒服啊！给小明服务我哎，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试过哎，真的哇，超爽的！恶心到爆！哎啊！现在是按摩，按摩完了，拜拜。啊，给他过，给他过。我等一下有很多东西要慢慢的招待他的。等一下先，等一下先，看到吗？我今天是不是很有老板的架势？哎，请了一个工人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看，摇脚也摇到特别爽啊。哎、欸，台湾爽啊！我这个是很有架势的。你不要讲那么多钱，先拿一杯水来喝，我看着。屈原，屈原，哇，爽啊！你看，哇，哇，我跟你讲，这个 video 下面哦，不会不会有那些那种酸民哦，就留言讲。如果你这样对你的朋友了，我觉得你们这样欺负小明真的是很不好咯，一定有这样的留言的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我活到23年了，从来没有给小明服务过了。来来来来来 ，Come on 这边 ，Come on 啊，这个才像样吗？旺你要吗？旺，要，多一杯，多一杯，多一杯。多一杯，阿旺要，阿旺。去不待哇，这杯水是我23年来喝过最甜的一杯。哇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很好笑的感觉。
来，汪汪汪，喝喝，不要客气，汪汪，来喝。讲什么？我要讲什么？大妈，你妈，像你这种翻译差呀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下一个影片不用停，下一个影片大王，所以你可以加倒水给你喝。你们看到小明在做什么吗？小明还懂赛车呀、啊！你们懂什么事情吗？我跟你讲啦，反正我不吃亏了，今天你的水费我已经用到了。这个东西跟我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个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人恩怨来的。他们互相伤害吗？我用足他水费，今天呢、啊，这一餐呢、啊，他的水费呢、啊，一定是平常的十倍。你们要懂什么事情呢？你们去看阿Wayne的影片，看阿Wayne在记录这吗？对呀，我去他那边看他的影片就对呀。这个东西不关我的事的，我是来做餐，就是来做搞笑吧。喂，我也只有拍片呢，不是你讲我的。哎、欸，你真亏呀！你今天是我们的佣人，你这个非法外劳。哦耶！所以现在的时间就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多，接近八点。然后我们下午一整天就在阿旺家，然后小明就帮阿旺洗车咯。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服务我啦，其实下午就让他帮我倒水啊，帮我按摩一下我的脚啊，就大概是这样哦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哦，这样轻易放过他哦，真的是不够啊。等一下我尽量找一点东西让他来 service 我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嘛。嗯。我等下就让他喂我吃饭。收费啊？收费是修理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修理你啊？哇，下大雨啊！哇！要晚安。差一点滑倒啊，那几下很滑。要新年了咯，新年一百了没有啊？我们现在就坐在这一个妈妈档的桌子上面，可是我还没有想到我的晚餐要吃什么，应该是吃饭类的，然后可以让她喂我吃嘛。哼，哎，我现在肚子痛哦，你去帮我大便一下。你来这有舒服一点吗？是有舒服啊，你帮我倒啊，有倒完出来吗？有舒服啊，谢谢，这是很高级的佣人，这个。嘿，你们看我的面来了啦！我想不到是什么，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吃美一面。来 ，Come on，service me，Come on。来旺帮我排一下，放上汤匙。我觉得这画面很 game 多，我很不习惯。啊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，老哥？不是，我还是自己吃啊。OK，so 那一天的影片呢，我就只是拍到这一边。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，突然间小明的家里就有一些事情，他需要赶回去处理，然后他那一天就很早回家了，所以那一天我就无法继续让他来服务我。哎，真的是有点可惜啊，就这样放他走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但是不用紧，如果你们想要看另外一个人服务我的话呢？比如说阿 Wayne， 你们就在这个影片下面点个赞，用赞数来证明给他看。阿旺，我们要你服务阿元，你快点服务他。对，用赞数赞给他看。然后对了，最最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先去 follow 阿旺的 Instagram， 让他的 Instagram 破了一万。我就有那个理由去跟他讲，哎，我讲啊，我帮你宣传你的 Instagram 破了一万，然后你就要实行你的承诺，你要服务我，当我的服务员。我们还可以顺便帮小明报一下仇，是不是？因为那时候阿旺还叫小明倒水给他，所以我们可以顺便帮小明报一下仇。OK，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就是记录小明服务我的过程。所以
今天的频道到这结束了，拜拜，各位知道们，我们下期见。